别好保护那些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，是吧？应该好保护。就像我们海参，我烘干之前收成的时候，捞出来往那个盘子那一放，就一层白霜。对啊，嗯。没有保温盐水，你可以经常的熬点放那儿，让它沉淀。嗯。用那个清汤。嗯。对啊，在大陆能加工海参，你供完钱没事，熬盐水，不熬，熬好了放那儿凉，沉淀。老人家卤水嘛，就熬卤水。